要开始啊，吼，要未就业真，马上会等，欢迎过一摆，吼，谢谢。起立。起立。下集。各位港心的兄弟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好。啊，真欢喜看到恁为着爱台湾的心，啊来咱遮来演习啦吼。啊，我自我介绍，我姓潘，吼、啊，龙华，潘龙华。啊，我祖厝是屏东潮州，吼、啊。啊，恁若要记我姓，较好记着，我来讲，住伫水边的番，吼、啊。三点水啊，一个番叫做番，安着做好记个。我本身是原住民，是迄个西拉雅族的支系，戈壁地区的迄个马卡道族，吼、哦，属平埔族的啦，吼、哦。啊，咱平埔族嘛有超十族啊，吼、哦。就比如讲像台北市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吼、哦。啊，宜兰有科马兰族，吼、哦。啊，台南有西拉雅族，平埔族有超十族个，吼、哦。那么我今仔讲的这个题目是迄个农场管理啦吼。好，大概要这条目来讲吼。首先来讲这个水，一般过去咱拢讲阳光、空气、水是咱动植物的生命的三大要素。那么水是上重要，水是原来一个载体。啊，比如讲你农业，你若要落肥，嘛要有水通好，吼、哦，甲溶解啊，互这个植物来吸收，吼、哦。啊，所以若无水，就无农业，吼、哦。啊，尤其咱布水稻，吼、哦，这一定爱用了足侪水。水稻是差不多伫每一个农业国家，伊用水用上侪所在，吼、哦。那么雜草咱以前吼，啊，咱阮是大人迄代，若看到雜草，就等于像咧看到原始人安尼啦。欲去之而后快吼，绝对是甲处理掉，因为因的观念拢讲草啊会食肥啊，吼会甲咱的肥料食掉，啊咱要种的物件煞食无安尼啦，吼。啊，其实这个上天发明这些草，是要来做水土保持的。因为你若好的土壤拢伫表土，啊，你表土若无草啊，做地壁，雨来滴袂落，迄个土粉散去，就对水流去啊。吼，啊，水土保持着爱靠这个地壁植物，这个草啊就是一个地壁植物。啊，即马咱的政府农改场拢介绍咱种一寡即个破丝菊，吼，第会当景观也较好看，吼，开花真水。啊，阁会当做水土保持，哈、啊。啊，你看即个，巴巴风灾啦，哈、啊，莫拉克风灾，即中央山脉，即一条一条白白，迄种崩塌地，哦，即足严重，伫高屏地区，以前拢无即个现象，即就是咱即马极端气候，哈、啊，即马拢，若毋是暴雨，啊无就是旱灾。雨若化落安尼，像八八风灾，三天甲你落2000mm。啊，咱台湾一年的降雨量是2150mm，等于差不多一年台湾应该爱落的雨，伫迄天伫高屏地区拢落。啊，所以即、這个山顶这树啊吼，过去啊倒伐了真严重，吼啊，佮包括地动吼，土壤松动。啊，所以个大雨落来了，遐树啊，遐根复合不了，吸收袂遐济迄个水分的时，拢变浸流，吼、哦，啊，就崩塌地的，吼、哦，发生。OK， 好、哦，你看这山顶的树啊，这差不多12米深啦，吼、哦，这是拄啊，这个边啊有崩伊，所以咱较有法度翕到伊的根系的。所以你一丛树啊，吼，你若甲挖掉，即个根也烂去，吼，就无法度做水土保持。
吼，山了一定袂崩吼。所以山顶的树啊吼，伫日本时代因来时候，若甲咱找真侪高山的这个寻宝记，但是日本人伊找是伫这个咱人咧徛这个腰部的高度吼，定久啊久掉，伊迄粒土土迄、那个树树根要搁树头要捞掉嘞，所以迄个根系要搁有吼。啊，伊搁会当发二代目，吼、哦，二代目若有够大，因会搁找变搁发到三代目。但是国民党政府来就较无遐节制啊。日本政府来撤掉伊边啊，搁会种细丛树啊，吼、哦，继续予大，因为迄丛大丛树啊，伊甲边啊个阳光拢遮掉，下骹就袂发树啊。但是你嘛撤掉。即马就迄个空气、阳光会照来，你即马阁种新的树啊，阁继续做水土保持吼、哦，做林木的更新。那么国民党政府来，因撤比日本人较严重，因为迄阵因欠外汇嘛，所以爱靠撤树啊来卖国外。但是伊阁挂树头挖起来做地道啊，做一个艺术品吼，迄就上佳了。所以台湾过去无啥物土石流。但是你看，印象中伫这個宋楚瑜做迄个省长的时候，山顶开足侪产业道路，吼、哦，啊，迄产业道路都对山林是敢那开肠破肚，吼、哦，尤其伊甲足侪开的山的迄个路，一个迄个土石直接就下落迄个山坎，啊，迄拢松动的土壤嘛，所以落大雨，遐个土石流就流落来，吼、哦，啊，所以就造成。土石流，好，啊，即马阁回转来讲即个，咱来用以色列来做咱的一个榜样就对啦。吼，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真侪所在值得咱来学习。吼，以色列是一个沙漠的国家，那么因嘛是爱食饭啊，吼，所以因就爱发展农业。但是发展农业无水，要安怎处理？因65%的水是要靠加利利湖来供应。那么剩呢，欠35%要位底来？因就发明这个海水淡化的技术，哈、哦。啊，所以因海水淡化的技术是全世界排头名。因用海水淡化技术会当阁提供25%的水。啊，佫欠10%要去对来，因做水资源回收，用废水回收，啊，所以尤其因佫发明精致农业哈，因为即种仔啊要接来水，伊用电脑控制，佫包括用一条或者滴灌系统，即种仔啊一工爱食偌济水，电脑控制互伊滴互伊食，干那即粒头有食着呢，边啊拢无水哦，边啊若无水。就袂发臭，袂发杂臭。伊毋比讲咱台湾，哇，落一阵大雨，逐个拢水，臭啊，就拢发起啊。啊，你敢若除只臭，你若讲要做有机的，袂使除药啊。你用人工去除草，咱的工资贵阁袂好，吼、哦。啊，所以因以色列发明这个滴灌系统。那么我则有一个滴灌的系统，就是这個，伊这会当定，比如三尺一个。出水口还是五尺，即个当甲厂商定，即个一个定定，即个吼，伊内底有搁做即个迷宫的即个做过滤系统。你若垃圾源头若有水垃圾过滤无清气的，来到遮搁会当，伊会当搁甲过滤一下，吼，会当大家参考看卖吼。那么以色列伊即个国家，伊一年的降雨量多啊，200mm。多咱台湾的差不多1/11啦，咱是2150嘛，吼。但是你看咱的水敢若足济吼，咱的降雨量是全世界平均的2.6倍，但是咱迄个联合国评断讲是，咱是排伫第18名欠水的国家，啥物原因？因为咱的河流拢东西向，吼，啊，台东迄边是。流去东边，啊，咱西部这边是流去西太平洋嘞，嘛，迄个台湾海峡，因为这个距离伤短，
啊，你山顶呐，迄个搁烂垦烂伐，本来一个河堤落伫山区，哈，应该有大乔木先甲新的，下骹搁有中乔木，搁来有小乔木，搁来有灌木，搁来有地被植物，你看安尼层层安尼新。新迄个遐根树去吼，一定甲落大雨安尼甲涵养起来。但是咱山顶即马树啊错真济吼，啊山顶佫加一个开发去种茶啦，种瓦萨米啦吼，种高山的迄个高丽菜、蔬菜，啊种苹果吼，种梨啊，这种人工的砍伐了产生。一寡水土保持无好个所在，哈、啊，所以会造成真济问题，就讲山顶你落一寡肥，啊，遐肥吼会有氧化咱个一寡种水库、啊，那么一寡土石流会对你开垦个所在阵流入水库、水库啊，以及造成足济问题啦，哈、啊，那么。以色列因对这水控制真严，以色列的人因不咧洗车，因若洗车，人会甲你举报讲浪费水资源，会开罚单。吼、哦，啊，以色列因的水一度差不多代表40块，那么咱台湾的水一度才10块银尔，吼、哦，因的四分之一计少尔。啊是安怎？台湾的水较俗，啊，这就是拢这个政治人物为着要选票。拢个水公司的计较拢起足低，吼、哦，啊，所以你计较低，台湾人就对水无遐重视，吼、哦，你若水个像以色列遐贵，一度40块，大家都会轻俭用，甚至会作者厂商会去发明一挂省水的这些设备，啊、哦，比如马桶现在有省水马桶之类的，但是因为俗了吼，厂商就袂去发明遐有诶无诶，吼、哦，啊，造成咱台湾人就讲啊俗就。切他妈用哈、啊！那么以色列个真趣味就讲，伊虽然迄个德国台西达巴古来迄个犹太人嘛哈、啊，但是安尼了，伊坚决要成立家己国家来保护家己个百姓啊，所以因伫那1946年建立这个家己个国家了。因伫因个特拉维夫即个首都，因个机场、因个客运车，大部分拢用便座个。啥物原因？第二个便座较便宜啦，便座原来等于代表德国嘛，吼、哦。第二便座较实，伊车足好用，足耐操伫因个沙漠地区，比其他国家进口入去个车会当加动力两三倍个寿命。啊，佫好，算无啥会歹，会当减少即个维护啦吼。所以以色列因生意人吼，伊犹太人做个德算盘，伊讲我用你的车来甲你贬低你的即个身份做客运车，但是较即个物件好用，我较省钱啊，吼会当人一台车用3-5吨就歹啊，伊会当用10几吨，当然着爱用面子来做客运车吼。哦啊，即摆来讲即个粮食甲国家安全。以前咱读中国个历史，常常来看到讲，即农民起来起义，啥物原因？就是拢粮食欠收、缺粮，吼、哦。啊，即个饥民无通个食，饥民就会变盗匪，吼、哦，啊，就甚至集结成部队来甲即个政府兵掉，吼、哦。那么蒋介石。1949年，迄个共产党甲打败，退来到台湾。迄阵咱常常讲，也有常常讲战备粮，好无？哦，你若尤其你有金门妈祖做兵的，哦，迄山洞内底拢囤足侪粮食的，啊，所以咱足侪是讲兵啊，咱做兵，大家拢嘛食着谷米，拢安臭不味，迄就是下。会较久啊，啊，差不多要歹啊，爱赶紧摕出来煮煮食食掉，吼、哦，迄就是拢在食战备粮，啊，新的米较搁下入去，啊嘛足讽刺的吼、
甲虾你要好骨好骨到骨头，还阁摕出来食。啊，因为咱台湾吼，咱甲进目前咱台湾的家己的粮食的自给率，敢若32%尔，剩的72%拢进口。吼，啊，咱进口的大宗的大豆啦，哈，玉米，这农民。因为即摆咱少年人食即种改变，我拢咧食迄素食店、咧麦当劳迄类的吼，食面食类吼，啊，所以咱的稻米煞变得较少人食。但是台湾有一个危机，就是讲，咱跟以色列同款，以色列边啊拢是回教国家，哦，拢敌对的国家，啊，咱边啊有一个中共，哦，这个派驻兵，不时就准备要甲咱吞食。六班呢，所以这粮食对咱台湾来讲是足大的风险。咱干呢32%，那万一阿强啊去配兵吼，甲咱台湾封海上封锁起来，咱一寡物资无法度用船啊运入来，那么咱家己可能一段时间了，若无粮食通去食，是毋咱台湾人就家己内乱了，家己为着抢粮食，家己就内战啊。所以咱爱有这个观念，就讲咱民政府执政爱改咱的粮食的自给率提悬。你讲像美国因家的粮食自给率是120%以上，好，啊，咱台湾起码咱嘛爱有头60%粮食自给率，好，像今咱做的土地吼，好的土地。拢咧烧光啊！啊，你看像这好的土地，伊个咧种田啊。即摆因为农产品迄个国民党政府拢甲饲甲足低，农民拢收成拢歹吼，交拢歹，入不敷出，啊，就规个甲土地租人去用这個太阳能光电板来发电啊。啊，布丢啊，种金蕉袂好，就甲这个土地租人去饲。泰国虾，吼、哦，养殖业就对啦。啊，你想，那战争吼，还是台湾迄种核封锁，这太阳能板敢会当拆落来做饭食？吼、哦，啊，你看，这个农地烧光，这杂草顶啊发落，上惊就是这款杂木啦发起，这杂木有迄个发足紧的。3-5年就像电话条遐大块啊，哈！啊，佮像这平地，诶农好诶农地咧造林，啊山顶咧砌树啊，啊这足讽刺嘛，哈！好诶土地咧造林，这个造林毋是歹，原则上你着要先山顶山林保护好，吼啊，若有较歹诶地，石头地着歹种植诶，我讲要来造林较会定。啊，今台湾这个糖厂所有的地吼，伊拄啊今留两个这个战备的这个糖厂，啊，剩的糖厂拢停掉去啊，所有的这较早种甘蔗吼，今嘛拢咧平地造林。这连工若讲要种布丢啊，你甲撮只树啊，你就昏去啊。今你若无用种机械、用怪手来挖，吼、哦，袂就无法度做。啊、所以台湾像这就算咱的危机，咱若临时讲向红色，开始要家己自给自足，要种布丢啊，看这边怎种，短时间很难恢复哈、哦。好，啊，这农业即卖因为化学药品真发展哈、哦，啊，因为大家用药用惯习啊。即个惯性农法，就是讲，若无厝农药差不多拢无收成啊。啊，因遮敢若无敌铁金刚安尼百毒不侵的款，拢无防护设施，哈、哦，拢无戴口罩哈。即照讲爱有一个防毒面具迄款来，哈、哦。即不但进台湾人吼、哦，平均每一个人一年拢差不多爱用9公斤的农药，哈、哦，即。全世界那排头前的，差不多输中国大陆呢吼。
啊，恁台湾你看啦，遐猪联盟啦，哦，因去验遐个农产品，足侪拢有这个农药的残留。那么，像因咱咧厝，因本身也受害。啊，有诶无照这个农药的这个标示，这个安全期使用吼，都会农药残留伫这个农产品店馆。啊，咱消费者买倒来食诶，大概都生各式各样的肿瘤吼。那么，病院就生理就好啊。所以你看，一寡大型的病院，长庚啦、台大。急诊室拢停一停，拢塔卡无房间，拢急诊室拢是病人。好，啊，你个注意看，这海螺啊吼，你下三工就开始歹啊，有这个咧，我们菌就来啊，发生啊吼。啊，这款呢，就是表示伊无下农药。啊，这三天就歹啊，对吧？这粒看真水哈，下偌久你知无？下三十天袂歹，这款的就莫食，吼，这药啊足重的，连只菌拢唔敢去食伊，敢那偏着拢闪伊哈。看咱都市甲农村。因这个收入是已经不成比例啊，哈、哦，这就是增加。但你莫看讲哦，这农事起甲遮水，这拢是都市人来增加买地起的，做伊个度假的别墅的对啊。这唔是增加人遐做农的起的，哈、哦。啊，所以因为农村真侪破败的景象，啊，我也不爱翕啦，我就想互你知影讲。好野人是大家好啦，吼啊，山下是无力追之地，吼，作侪拢咧做游民。OK， 好，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军事政府来台湾了，用这辣椒，就甲咱台湾人弄得服服帖帖，吼，要反抗的力就一直少伊啊，吼，第一个，吼，1947年的这个228有计划。屠殺台灣精英，伊利用228這個事件，哦，因事先就攏調查台灣各所在士绅精英，哦，領導者，遮個人頭較好的，有才調領導來那個抗爭這個國民黨政府的，因攏列名冊，啊，所以利用228迄屆來的中招，哈，哦，有计划的屠殺，咱日本政府。50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精英，伫迄个差不多拢杀了去，杀不掉就走去国外，走去日本，还是欧美哈。第二个，好，哦，伊国民党政府来，就先把咱台湾的油盐米拢运去上海，好，哦，运去中国，去支援因的国共内战。啊，迄阵个。1949年，用40000敢若换一块的新台币，你台湾人佫较好个的人呐，40000换一块，但总共你有40000，40000换一块，你都要存1000块，啊，所以人台湾人伫迄个都拢要剥削伊啊，啊，即个有钱人本来嘛是地方的属性的头人，吼，伫即个安尼了，无钱你就无法度讲要请人做伙去抗争。你要请人去做个空间，起码你也通食饭、食便当嘛。啊，你都剩1000块尔，你都无钱啊。好，哦，过来，甲大地主变小地主，伊利用山区有建筑，哦，耕者有其田，甲台湾的一挂地方的大地主，遐士绅，完了变做小地主，安尼伊就嘛无力通好去抗争。好来，啊，阵呢，太无聊诶。佮继续用白色恐怖甲你恐吓，你若无听我的话，啊，你若讲寡反抗政府的话语，啊，就掠伊掠到关吼，甚至有话就失踪去啊，毋知去对迄个迄个施行处死啊吼，啊，佮来用教育的方式
这六十几年来，伊拢用欺骗的教育，甲咱骗讲，咱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吼、哦。其实有一句话讲，有唐山讲无唐山嘛。这句话过去，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唐山过来，无娶查某的过来，所以无唐山嘛，所以因是娶本地的原住民的妇女，哈、哦。但是其实，啊，台湾敢拢无查甫的吗？迄阵若会多邦来台湾的，拢是罗汉卡，吼、哦，拢是生存较不低贱的。啊，咱平埔族，咱原住民大部分拢是母系社会，因是掌控家禽的这个资源，哈、哦，咧发号施令的。你若伫红仔，若表现无好，吼、哦，较贫惰，伊这个。女主人会当伫隔天光透早吼，即、哦這个查甫处理了，伊会使甲因先生的即个行李款款的包啊，讲啊，甲等门口。等因个先生回来，伊就知影讲他被休夫了。吼、哦，迄阵个女主人是足有权威，即款有即个自我意识的人，个女孩子，个原住民，伊会去娶迄款罗汉卡吗？好、哦，所以不但无登山讲，嘛无登山嘛，好、哦。所以其实尼玛丽教授这个马偕医院这个专门研究台湾这个血缘的这个教授，伊专门咧研究 DNA 哈、哦，伊抽台湾人的 DNA 来比对咧，85%的人的血液内底不。85%以上拢是原住民的血统，哈、哦，所以台湾人莫认错倒老爸。我讲，咱的祖先拢中国下来，唔是？清朝迄阵就是用塑姓，和原住民，啊，佮塑这个族谱互你，啊，互你叫做讲，就是讲你是恁的祖先拢下来，迄拢错误的，哈、哦。即若下暗迄个郭牧师咧上课，伊会讲较详细，哈、哦。所以咱教育讲，咱是中国人的事。咱怎本来咱台湾是跟中国咧战争的呢？啊，伊甲咱教了，咱的后代煞拢变作讲，我嘛中国人啊，所以咱咧抗日的，讲八年抗战，吼、哦，即就拢错误的即个认同呀。吼、哦，咱本来是敌对，啊，怎么敌心反转了？煞咱煞跟伊煞徛共国，拢徛伫战争国，变中国人去。啊，介侪人是骑墙派，伊想，我落来赢这边靠民主啊，我要徛，我做日本人，我都战败国啊咧吼。啊，这一个身份错乱的愚民教育吼，啊，就无怪讲，是安那台湾人，啊，都马英九做遐歹，伊连任照常，佫甲你赢80万吼。啊，这就是因为介侪台湾人跳过做中国人，去认同中国。啊，佮用假民主选举，咱台湾人拢就是讲，哦，有选举就是民主啊，其实错误，因为立基点无同嘛。等于咱咧赛跑，走100公尺，国民党是伫个50公尺遐开始走的，因为伊足侪钱嘛，吼、哦，啊，伊甲军公教买票嘛，伊所有的好的福利拢予军公教。你看，尤其遮个农民，中国遐来的。就要起厝给他住，以前起的是起乌鸦厝，吼、哦，平街。第二届眷村改建，就起大楼给他住，起两届。啊，因敢有保卫着台湾？无呢，是咱台湾甲收留因较有所在通个住呢。而且迄个时阵来，因来，因嘛爱食饭啊。吼，啊，因讲因找偌济黄金来，讲300万两。遐个黄金是发薪水给因遐军人，迄阵因无爱摕啥物旧台币啦，还是啥物法迄、那个法郎啊，唔是黄金债券迄款嘞，因无爱伊买黄金，所以遐黄金都发薪水年外就发了去啊。因较早甲咱骗讲哦，摕黄金来建台湾，伊拢骗人吼、啊，所以你看。伊个没收，迄阵日本人留伫台湾只日产，
变做伊个东山，吼、哦。啊，伊甲遮个军工搞条啊卡遮白死死了，啊，佮台湾人有一挂，敢若看到金利个人，甲收买来做条啊卡，啊，替伊买票。伫安尼情形下，咱要安怎甲伊选公平个选举？咱确选嘛选输，除非着爱讲像阿扁迄阵因三卡拄，吼、哦，咱会当渔翁得利。无阿扁啊，另外伊台北市选着嘛是因为三高都黄大洲含这个赵少康，吼、哦、因分裂做两个人出来选，阿扁啊一个，吼安尼台北市又选着，啊选总统嘛同款啊，吼迄阵五组出来选，国民党有三组人，所以阿扁啊去第一届两千年摕到政权，吼、哦、这都四万块一箍，啊你看。奉令以四万元比一元折成新台币。好，啊，即马来讲台币，泰和这新台币，啊，真奇怪。美国有美金，哈、哦，英国有英镑，日本有日元，哈、哦，中国有人民币，法国有法郎。那照讲，你中华民国那有台湾的主权，你大家发行你的中华币嘛？那也无，那爱用新台币。哦，这新台币表示台湾不是伊的嘛？哦，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袂当大家发中华币。OK， 好啊，即马来讲，即外来种植物吼、哦，这是尤其番薯甲番麦，这救介济台湾人，因为早期咱的北美拢去用征收去参加迄个国共内战去啊，吼、哦，伊迄。啊、所以台湾人，阮爸迄阵食足侪番薯的番薯签，吼、哦，起码袂枵死啦，吼、哦。那么，你个看这个番石榴，叫做番茄，那就是番啊姜、番薯、番麦，啊，这番啊花，这外来拢番就对啦，吼、哦，唔啊奇怪呢。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摆脱来台湾，伊嘛外来政权。啊，伊竟然讲阮是番，阮原住民讲做番。啊，因外来，吼、哦，就汉人。照讲我怎啊要讲，因确实番啦，因为呐，日本人来台湾五十冬，台湾人嘛无迄个台薪三万个，因来。1947年一当就敢咱台北三万个台湾精英去啊，吼、哦，所以因这番啦、啊，这番啦、啊、，OK， 好，我来讲第二个大项目，后、哦、来介绍啊，这个绿美化植物甲果树哈。第二个这个加包果，因为加包果歹记啦，大家拢买啊，甲叫做树葡萄，长在树上的葡萄，咱以前的葡萄拢是葡萄藤嘛，哈、哦。这里是我种树葡萄的所在，树葡萄真好管理哈、哦。你若甲种几排，伊就差不多发病菌安尼。啊，树形拢同款哈。啊，这伊若咧发新叶也是足翠绿的哈。伊、哦、若到差不多咱过年的时阵，农历过年，差不多一礼拜，只叶啊落了，准过一礼拜后，只新叶拢发出来，哦，真翠绿哈、哦。啊，这是 OK 了，伫盆啊准备销售的哈。哦现在这有一个新的品系，这个大粒种的，你看它的籽就比这个小粒种的吼，差不多三倍大，啊，伊大起来吼，原来差不多三倍大。好，啊，这是树葡萄开花的状况啊。伊为头部，你看，为这就开始生啊，一直开到尾里头一撮，无生呢。我、啊、这花足芳，这个花是差不多介于伫这个。桂花甲玉兰花的综合体，哦，真特殊的香味，真香，开一丛足香啊！但是我已经种三百几丛吼、哦，做一届开发生啥物代志？你敢知？芳甲会臭，浓度伤悬啊！芳甲会臭。啊，伊本身号做头颈两科啦，伊含莲雾，哦，你注意甲看，含莲雾花甲鸟巴拉花同款。啊，因就是稀有的干生果，
莲雾嘛是算干生果，哈、哦，莲雾原来为这树干的开花出来，哦、啊这两代同堂哈、哦，这开始咧变乌，就是要成熟啊，哦，这已经变乌啊无，啊这后咧开花还有含苞的，哈、哦，这种三代同堂，哦，啊这都已经成熟结的树干了，啊这树干跟把它同款会烫壳。好、哦，你要把它诶树干拿来烫个，表示有咧大。这是装扮下骹阁一过啦吼，啊都翕袂落，伊这差不多七米高啦。哦，为头部开始生哈，生伊到尾溜去。哦，这细仔长个就咧生啊，啊这毋是人爱食尔咧，迄、那个鸟鼠啊。甲鸟啊，哎、欸，哎、欸，啊，因为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讲后熟很快。你若放落来，你若两工无食，就变发酵，会变有酒味。嗯，会当做这做葡萄酒做好食。我妈妈捌做过吼，啊，南苹果西打好，有够好食。啊？无共伊，伊若绿色。拄啊变黑色，迄工你搬来食鸟巴拉味，吼、哦，我著第一工搬落去食，你讲鸟巴拉味；第二工搬落去食，伊讲切起来味；第三工，吼，伊讲嗯，改成迄个百香果，啊，要搬落去食，你讲嗯，啊，这都敢那山竹的味，吼、哦，介一人讲山竹的味啦，我听起来有六种口味啦，吼、哦，无搬无同时间，一工搬落去食，无同的口味也变。上熬七年，点子法开始上七年。啊，一般吼，你若无专业的，可能爱十年才会生啦。就爱讲像阮知影伊的性啊，所以就爱种七年吼。阮、哦、有咧控制安怎，互伊较紧开花。啊，你若一般落迄、那个业余啊，要种人啊，等于种个拢头爱种十年才会生。嘿，啊这。我拄仔讲个，毋是人爱食呾鸟啊，哦，迄鸟啊，我许足趣味，讲我一工咧睏中头，啊，伊就知影我中头咧休困，伊就走来食。啊，我咧还袂睏呢，咱眠咧听，嗯，哦，迄只鸟啊会晓算数嘞，伊讲伊食六粒嘞，迄白头壳啊无，白头翁啊，用这种塞一骨碌，这种塞一骨碌，真个，哎，白头翁拢一般拢讲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嘛吼。啊，另外一只讲安怎呢？我甲听伊讲，食骨力，水骨力，食骨力，水骨力啦。伊讲，迄可能较熟啊，有酒味啊。吃整天啦、啊，啊醉整天的对吧？哦，佮讲到我头先，食骨力，水骨力，食骨力，水骨力。吼、哦，我只要听啊困，我拢困袂去啊。啊，这只狗啊，我饲的，我饲十五冬。狗啊，一冬是七岁嘛，十五冬才105岁，差不多这过半岁前拄啊过往去。这只狗母吼，外口生予你，生16只。什么原因？那还好生，结果就是，奇怪，我的树葡萄那这个关都拢无去啦，就是伊只的我，因为我早时啊，好吧，那迄个要甲饲狗的时候，我拢甲先放落去走走的，去放晒着。那奈即个遐久，我注意甲看，哦，伫遐咧甲我食树葡萄，这就拢伊补去的啦，这拢伊补去的对啊，又食去的，我所以。树葡萄可能养分足侪啦吼，啊你若有不孕症的吼，可能会当加减啊食寡试看卖，啊唔好食伤侪哦，如果你生三胎吼，啊你两手抱一个吼，一手抱一个，啊第三个哪边啊抱吼？好，啊来介绍三月樱，啊我那家号做平地樱花，因为阮住屏东吼。我那足爱樱花啦，啊！但是若去参拜，也是去阳明山买樱花回来种哦。第一年有开挂，
啊，第二年佫开春一半，啊，第三年差不多热死啊，因为樱花惊热，吼、哦。啊，这个平地樱花吼，哎、哦，伫阮屏东前佫开甲足水个，啊、哦，伊每一蕊拢敢若兰花，吼、哦，你注意看。啊，这规丛，都有人去阿里山看樱花，看看，讲寒到要死，啊来。报纸，我报纸有甲我看嘛，啊，因过走来我才看。哇，潘先生，我知影你遮开甲遮水，我着免去阿里山遐寒甲要死啊，佫无开你遮水。哦，啊，即个着种毋着品种的吼、哦。你看，伊这单单开无十分之一啦，啊，剩拢叶啊。哦，啊，咱也是拢种花啦，啊，这是已经开始咧谢开春啊吼、哦。这尾也不，那正常是无叶啊吼。哦正常着，差不多安尼啦，差不多拢叶拢落了，啊，规拢花安尼，吼，即规拢花个。啊？哎呦，哎，啊，即花开了真水，啊，又搁无共品种，哎，无共。啊，伊即个吼，你看，伊开了差不多一个月啊，就发甲红红的，即个会当做绿荫，吼，啊你。哦，毋是，伊这是含苞的，还袂开，含苞较红，啊开的是粉红，啊要谢的是变白，吼、哦，伊会变色。啊，你注意看吼，这含苞拢较红无，吼、哦。好、哦，啊，这里就国外，因为这种足久啊，这可能种差不多三十年，啊，因为我遐差不多种九年尔。啊，若过互我二十年，我若安尼啊，遮大片啦，吼、哦，开了会足壮观的吼、哦。来介绍黄金果哈、哦，黄金果足高生啦。伊的母丛吼，伊的妈妈，差不多比电话条较大颗啊，一年头生2500粒啦，这是三当前的记录。啊，所以这你若种一丛，家己若多种一丛，你就。生甲食袂完，着拜托厝边隔壁甲你斗食，啊？无共。百香果伊内底籽足济，伊内底还有两粒籽呢。哎，伊是山南科的，哎、啊，这是树干啊，你看这是树树啊，啊，你百香果是藤蔓藤类的，哈、啊，无共。哎、啊，这表皮会当用圆珠笔甲写字。加下来，然后三分钟后，伊氧化了，枝就浮出来。好，啊，这样揽这个树葡萄包做会做礼物，送我男朋友还是送我女朋友？好，我看恁这拢已经死花较济啊，吼。OK， 啊，这大粒种的，哦，这一粒头一斤，哦，你比分起来较大个，吼。啊，头拄仔是细粒种的，但是细粒种的较芳。啊，生足济啦！即你若一粒米食了饱，来介绍全世界上好种的水果——红龙果。啊，咱昨暝总理有讲，还有种哈。红龙果，伊第我讲伊足好种的。我十年前开始种吼，阮大哥捌一届把迄个枝条倒插，结果伊嘛为顶缘发根出来。哦，你看好种无？插刀病哦，伊顶悬嘛，甲你发根发落土下。伊是属较沙漠植物吼、哦，所以耐旱。尤其即马极端气候，化落雨三工落了，搁过拢无落。啊，一般人安尼有诶树啊会打死，有诶植物吼、哦、会打死。啊，我拄啊迄个是，即、這个是我诶园啊，我是用草生栽培吼。哦我的草拢老咧，啊，这是甲我买仔啊的吼，伊拢甲草啊拢除甲清气。其实红龙果伊是浅根植物，我的草啊有老吼，那、哦、我甲骗，伊的根拢伫表面尔，所以你落肥轻轻啊落，伊就食着啊。啊，像这款的吼，根拢，伊所有的根拢惊日啊。你即马无草啊做保护，伊拢钻入伫个土地内底，
安尼是你着肥吼，除非你着还佫有自动灌溉喷水，互迄个养分会当渗透落内底，无食袂着。啊伊，我咧讲不但好种，伊佫熬生。伫屏东一年头生十摆至十一摆，每十五天就一班花啦。所以你每十五天就有通办一届水果，吼、哦。啊，你甲想，有几种水果一年生十摆？咱个山啊，一年一摆，莲啊，一年一摆，乃至一年一摆，吼、哦。啊，你若拄着风台，还是你处理了无好，有时啊，规个乃至拢无调过，啊，你就佫爱等明年，爱见面呢。这八八风灾吼，迄届拄啊大雨，我个花伊个压着水。阵差不多无啊多授粉嘛，吼、哦，所以阵生足少的。结果一般拢十月底就差不多无过啊。结果伊到十一月中，佫生一批，佫会补倒转来呢。讲我迄个生无出来，迄无准种，我十月中佫补予你。啊，所以就 有好种无？遮可爱的水果，遮贤生，遮好管顾，佫拢毋免肥药啊。我这无咧肥药啊。但是伊有一个病虫害真严重，即全台湾大部分水果拢惊迄个果蝇，东方果蝇来叮，伊一叮了拢会生虫，吼、哦。因为你爱用包包纸，无包迄个套袋啊，人伊讲套袋啊。啊，我就讲讲，啊我若种黄龙果佮套袋啊，我就不爱种啊。我用迄个新费洛蒙吼，用裂，把所有的缸的拢裂起来。啊，即卖伊若无交配叮的。迄两袂生做袂生虫吼，但是会结痂，会安尼一点一点粗粗安尼歹看歹看。啊，因为我的水果种了好食吼，我头拄仔我朋友种迄吼，伊旧今年甲去年迄年比赛拢冠军啦，伊凤山热带园艺试验所比赛拢冠军，就用我这个品种吼。你嘛但是讲。我的水果吃到卖到，我拢无咧送果菜市场，拢伫阮太太伊个店登记。你买，你事先爱来登记，比如讲你买二十斤，吼、哦，啊，若有我就二十斤给你。啊，若产量较少，是伊个花会一帮大帮个，一帮较细帮，吼、哦。比如即届生三千斤，后一帮个花可能千五斤尔。啊，若千五斤，我就无够予人个时，就减半供应。吼、哦，拢卖无够了，对啊。啊，一届有一个小姐来甲阮太太看，讲：“啊，恁这水果遮歹看，因为拢有迄个棚仔顶迄个号嘛。”啊，阮太太咧甲我讲啊，讲安尼啦，你甲迄个小姐，你个客户讲，伊讲无啊，叫阮潘先生吼，有一撮专门种要互你食，啊，迄爱除药啊，吼、哦，看卖无？伊讲哦，没，吼、哦，安尼了，这个代志就解决啦。其实。咱是要食内容物，唔是要食外观，吼、哦！即台湾人真侪拢为着要爱食好看的，吼、哦！啊买菜拢爱无冲动，无常加过，啊，迄款的农民就储药互你食，吼、哦！啊，所以就食食，大家较来答应。啊，即就是病愈开愈外景，啊，佫无到病床的原因嘛，吼、哦！好、哦，即含苞的花啦，吼、哦！啊，像这两个发枝花，照讲爱蔬果啦吼，啊，你会当把这个切掉，留一粒。那么这个会当落去切的吼，煮两鸡卵汤，唔，对啦，煮卵汤啦，嘿啦，就自然空间，伊个植物性的豆子足足的，自然就像咧空间安尼，嘿，念念想想，吼、哦，爱足好个。这火龙果我家己体验的，你若高血压袂？我本来差不多150嘛吼，我食到降到剩106，啊低啊67啦，吼，低到有要伤低去啊！即我家己亲身体验，啊哥，你若闭结的人食红龙果，排泄足好个。啊，听讲陈仁宪诶最近瘦到较济吼，我若食济啦，食迄个红龙果，啊所以红龙果为前年开始一直好个起来。伊含迄个昙花一现，迄个琼花同款，吼、哦。伊拢暗时啊开，8点开始开，到明仔载8点开始谢，吼、
啊，这个是紫蕾啦吼，啊，这个边啊，这拢熊蕾，伊都要靠这熊蕾花粉落落来，吼，安尼才会授粉。啊，你若拄着开花时落雨，遐粉又洗掉伊，迄个花就凋过绿袂足歹。好 ，OK， 我来介绍这个罗庚梅。伊这个只要开新叶拢红的啦，啊，所以因为这有光害哦，看无啥。这花柳拢红的哈，啊，另外这一般的树啊拢是绿色的哈。哦，这顶落看较有啦，拢红色。啊，有朋友带伊的朋友来参观，伊讲潘先生，啊，你的枫叶太七八月咧红，这当多当热天嘛。讲这毋是枫叶啦，这叫做罗庚梅。啊，伊原来雕个哈，啊个拢浇食较济，会当做药疗树。伊这个。个性吼，那咱人要爱食爱当红了，佮变乌，你食较袂涩。但是当红了就食伊啊，所以咱要食到机会就较少啊。所以这做幼鸟树真好。吼、哦，伊冬天完了落叶，啊，若开春的时新叶出来，规丛就拢红的啊。吼、哦，不过我无闲去甲翕啦，就好啊来黄花风铃木，吼、哦，这一球一球足水的。但是真可惜，就是讲伊个花期真短，差不多七天后就开始谢，差不多到第十天就落了了呀。啊，咱头拄个三月樱吼，平地樱花，花期差不多五十天，吼、哦，伊个七倍啦。吼、哦，迄一球一球真水吼。吼、哦，这当是我送伊个啦。这阵伫潮州这间红皮屋真有名。啊，要安怎种优良的水果？这山药，这是我个讲第优良品种。比如讲山啊，哦，你若要种个大粒，你是毋是爱种？比如金黄，金黄一粒拢一两斤，你凊彩种，你要甲种个细粒就足困难嘞。啊，你若土山啊，一粒拢只要三五呢。你要甲种个一斤就足困难个，吼、哦！啊，所以咱若金黄，你凊彩果都拢有差不多半斤以上了，对个。啊，即个品种吼、哦，啊，当然像头拄啊，咱咧讲红龙果，我上早要开始要种红龙果个时，我就去拜访一寡迄个种苗商，比如我去到你啊，他们讲啊，你个种好无？我台湾上好个，啊，我就甲买瓜。啊，你哩啊，伊嘛讲，我这上好诶，啊，拄好开始要种，无了解嘛。啊，你讲上好，我拢甲你买包啊张，包啊张。啊，有一张叫做尊龙，哦，伊翕相，迄粒个讲要砍伊个头变大粒啦。哇，这无买艰苦呢。我爱一笑，一笑字，一支卖250块啦。啊，我讲安尼好，无我甲你买400张，拄啊10万嘛吼。伊讲无，400张伤少无买。哦，也好歹呢。伊讲门槛是500位以上啊，爱125000以上靠买卖啦。我、啊、较艰苦啊，因为迄相片翕遐大粒无买会艰苦呢，就甲买转来种。结果一年后，同款的迄我拢买八品种、九品种。吼、哦、啊，即马一年后验收啊，同样的施肥管理方式的时。这个250块的地去我淘汰，安怎？我甲买一个品种了，但是生出来呐，差不多5种，后迄个颜色是暗红色的，后浅红、粉红色的，啊，迄个叶片哦，迄个实啊吼，后倒闭的，后45度的，后长高型的，后圆的，我装一箱送去哦，第一个送去迄个果菜市场。啊！你这是啥物品种？安尼乱七八糟，用咸就对了。啊，价钱都歹，啊，食都酸溜溜啊。人别个品种阁会甜会芳，啊，这个歹食阁卖相阁歹，阁奇形怪状。所以第一个伊销单来，我讲啊，安尼这个歹种，我著叫阮大哥这拢毁掉。吼、哦，这第一个被我淘汰。啊，到尾后我著留头拄迄个品种，吼、哦，迄上好个。所以八个我淘汰，迄个做八国联军，我
啊，讲好啊，即嘛品种选对了，哦、啊，就像头拄我咧讲，迄九个品种，我留迄个品种比赛冠军的嘛，啊，伊着好食，有特殊的风味哈，啊，佫好管理，好啦，啊，你要好食，肥料管理嘛足重要，好、啊，啊，比如讲红龙果，你若十一月份满了，爱加或者卸礼肥。等于讲，甲做月来同款，伊生产安尼，生产规半冬，互你，吼、哦，互你销售啊。啊，即马伊作的养分拢抽掉伊啊，你爱开始去补肥吼。啊，迄阵补的是就在补氮肥，吼、哦。关键互枝条佫回答，伊遐枝条你若一直生哦，生甲会大补的哦，会补伊。本来是安尼胖胖，但是因为一直生产，一直消耗伊的养分吼，伊的枝条就像咧大补的哦，吼、哦。所以你爱用肥料甲，等于甲卸或者卸礼肥啦吼，啊，做做回来的意思安尼。但是到开春三月份，你要予开花，就爱水分爱控制啊，吼，迄阵水得减落来，火有危机意识，讲啊，我得用打死啊吼，无赶紧开花，结果传宗接代袂使。你看像迄个公路，路边遐个卡住啦，吼，九重阁。无人咧压水，花开甲红红，伫屏东遐吼，屏东迄个苏贞昌，迄个啥物百里种树吼，啊，迄卡住啦，开甲足水个，迄拢无人压水。啊，咱种伫咱家己门口个，啊，想着着甲泼一个水一下吼，哦，枝条发甲黄沙杂，啊，花唔开，哦，迄个就是水分管理个关系。啊，开始开花时，水就袂使。停啊，都要正常供应啦，啊，无伊个花会下去，诶，或者生理落花甲生理落果，迄阵个肥料管理都要磷钾肥要增加，吼，都进前要催花都要磷钾肥增加，氮肥就一直减。有磷钾肥，水果较会甜，较会结实，较会 Q 啊，吼。啊，你若氮肥落足大足济吼，个会大粒，但是足酸，足歹食。OK， 这是较基本的观念啦吼，较深的树啊，较过来研究哈。OK， 啊，这个树啊，有时啊，咱若要开路，还是要起厝翻着，啊，较珍贵，咱爱甲移植吼，唔是讲直接过枝就甲砍掉的哈，啊，这都要用手工的工具啦哈。OK， 啊，上基本的就是环状开挖哈，先挖啊，留中间。啊，差不多一个月后，和这个土球适应了哈，啊，是伊个伤口愈合了，啊，较移植哈。啊，上好移植的是春天甲秋天啦哈。嗯，开春上好伫伊迄个新芽还袂开新叶啊，进前就好爱刷，安尼成活率较悬。OK， 好，啊，这是树葡萄咧，因为树葡萄较好刷，我是浅浅啊，挖开这个沟尔，无像头拄啊迄张吼。我给它清了哈 ，OK。啊，那么这丛是迄、那个头拄个三月樱，因为三月樱呢，伊个叶啊足黄个，足个抽水，足个食水个，所以爱留条根出去外口倒抽水，吼、啊，啊无你着爱经过有一个自动灌溉个滴灌位啊通过，不时甲滴水，互这个土球保持干，迄、那个有够湿润，因为你若拢甲等根了。伊就敢若靠这条土球来供应你的遐叶片的养分，迄、那个水分吼。你若无甲补充这条土条，连咪许树大，啊，你若无补水，会打死伊吼。啊，这同款，爱留一条根互外口食水。啊，你若这个土质较沙质壤土的款，有时会崩伊，哦、啊，所以爱边啊用铁布甲包起来保护起一下吼。啊，这是挖好准备要掉出去卖啊！哈，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要移植的包装方式。这款呢，就是讲，伊用这乌网啊，吼，伊这一蓬一蓬，你若掉去别个所在，甲下咧，假植边啊，甲砍一挂土，这一般是园艺店因的做法啦，哈。伊下咧在待价而沽，啊，那介绍讲一下就卖出去，都直接掉走，免阁挖。啊，免头，这种免头，阵作先工，阵直接就调去啊。OK， 我、啊、这同款，这个第一家搞买，因为这算新的品种的树啊，伊唔捌买过，伊就叫我讲爱先
乌断根了，佮佮回填转去，啊爱等佮伊有发新叶啊有无？吼、啊，即回填转了吼，即土拢发臭啊吼。看了这个话个，伊讲啊，安尼有哇，伊较要吊灯个伊啊，整着对个吼。OK， 啊，即就吊吼。啊，即树葡萄准备要移植啊吼。好，安尼即马九点吼，啊，咱休困十分钟，等下佫继续。OK。Great。起来，咱休困十分钟哈，谢谢。向前。